这是那个灰色的线，它也是两个端子，一个长的一个小的 ，OK， 一个长的一个短的，这是那个长的那个。好，可以了，开始了。这是那个最粗的线，两种管子，一个短的，这个是那个短的，然后放进去 ，OK， 然后它那个是长的，因为这个模具有那么宽嘛，长短它都可以压的，放进去 ，OK， 看很漂亮，还有它这些。这个蓝线的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可以用这套模具去压，就一台端子机，然后配这么一套模具就 OK 了。